印度中央邦达基亚地区通往一座偏远的印度教神庙的桥上发生踩踏事件，造成至少110个人死亡。印度中部地区官员说已经下令对这宗事件展开司法调查。有关当局说星期的踩踏事故还造成100人受伤，目击者说那座桥的一些栏杆断裂。